建议下播之后再看一下怎么跟狐狸跟刀好呀。原来是我看错了。你看错什么了？我以为说的是你们夫妻在互相怎么拼刀。你不对劲啊。哎呦，这还有狗哎。不是，你没事往这边走干嘛？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会过来？好，然后我去宰那两个，不能窃听。你不是看上面还有什么黄光之类？你现在看。你看，你一说话我又错过了，我忘了有黄光了。你刚才不提醒我，我正要跳下去杀的，你提醒我，我一停顿就被发现了。主要是你说话的时候我得听一下，我要是……你不能同时看画面，我不能同时看这个和听你说话，知道吗？女主播太暴躁了。对，说得很对。要往前走才能触发是吗？对。好，不能出来。还有，取消锁定。我在哪儿？两下就死了，这样转视角，这个游戏就是转视角不友好，这个视角真的超烦人，看来不锁定是一点都不行的，他看不清楚视角，边跑边拉视角，你知道他在你后面，你看你现在面对人，有人来了过去了，那就要边朝这边跑，你边把视角拉过来，你边拉视角的时候，因为你换视角，人是跟随着视角动的，所以你换视角的时候，你的人是要从往左摇杆是要往相反的方向摇的，你这样就可以一直跑了呀，并且看着后面。你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你说左摇杆往相反的，晕了。女主播第一次见到男主播的时候第一印象是啥？早忘了。他肯定是不好意思说而已，肯定是特别阳光特别帅气，然后觉得特别亚萨系，就总是需要追着打，就绕死我了。你不要乱跑，你就等他过来找你，你就站在那个墙边上。我锁定他了吧？嗯，有白点就锁定了，先加血。你没加上，你是火葫芦。现在呢？加上了吧？没，火葫芦。怎么还没加上？你这又是火葫芦。为什么？稳住。没，你没。哎呦！你没血了。你不早提醒我。这需要你都不看的吗？我看不到。你喝了三次血，记不住吗？记不住。你知道他在你后面。好像我在你前面的人，有人来了过去了，那就要边朝这边跑，边把视角起来，边拉视角，边换视角，边把握好焦点，边换视角。对，我右边巷子比较窄，它不容易掉头。右边巷子，对对，那个地方可以试试。死了吗？死了。还有，可以，快过来，来鞭炮吧，再戳几下他就死了。好了，他死了吗？嗯，他死了。OK， 好，今天圆满了。蝴蝶夫人她那个攻击节奏是真的很快，然后不停的弹刀。蝴蝶夫人是不是？我说蝴蝶，我嘴里有糖，嘴里有糖，有糖糖。前面又是一群五个，真讨厌。五个的话，我想迂回一下。作为一名忍者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迂回一下。只要敌人都死光了，就是潜入。我看到一只奇怪的人，他过来了，下面的人也会发现。哦，是吗？他过来了，我把他打了。这是个什么呀？现在看你俩直播上瘾，那挺好呀，我们有铁杆粉丝了，多谢多谢。看女主播上瘾，
你为什么看我不上瘾啊？他要真看你上瘾，那这是不是该有一点问题了呢？可以哦。对，你把小明标死，大将不会发现你。这个位置可以偷他了。可以的。两管血，希望他能好打一点。你下来，你下来。那个就识破，还要还要，嘿，所以你要加血了，要加血了，嘿嘿，要加血了，嘿，你的草快满了，哎呀，我满了，复活吧，复活，先去加个血，哦，我先到这儿，那我现在可以了啊，嗯。嘿，锁定他，我锁定了，锁定了，没错，锁定了，锁定了。嘿，他又给我搞死了。龙壳前兽级啊，龙壳前兽级也是个好事儿，也。我都龙壳的。嘿哟，我看到了一条狗。不用管。嘿，他打我。过来吗？他不过来，怎么不过来呢？过来了，你过来不？下来呀、啊！他又不过来了，动呀！他倒是往前走啊！来，接着下来，你不要往后退了。他不过来，你就砍他。是吗？哎呀！我下这条，刚才都快满了，他不下来。左手出威就跳，右手就看破，烦人，跳看破。哎呀，他这一次该下来了吧？啊？其实他快死了，你还有一条命呢，怕啥？哦，对，我还有一条命呢，那我忙两下。哎。烦人，锁定。好，他死了。拼的就是耐心，看得我心跳的呀。对，这个楼顶上面有东西，我好想上去。他们是怎么上去的？往这边跳一点，再按方块。这样。嗯。哎，哎，还可以这样。我之前都不知道这样，居然还能反向拔。那我就勾过去打乌鸦了。这个乌鸦真的好讨厌、啊，两个。你看远处还有个风筝，特别好玩。啊、嗯？对，我刚才看到了。不会吧？风筝上还有一个人？这里怎么这么多忍者？洲际导弹。嘿呦！我加个血。不是三个，前面一共有十个，下一波五个乌鸦围殴。宫崎应该是不想让我过来吧？那个风筝上的，我可以用手里剑把它射下来吗？他好像已经掉下去了。你看风筝上没有人啊、哦，他下来了。哎，我看到了。直接跑，走到底右转，再走到底右转，然后高处勾左。他难道是背对我吗？不是，他是拿火的哎。房顶那边又是风筝，不是，他还会吹口哨呢。哇，这么多！我，哎呦，怎么办？我没有血瓶了，怎么办？就是我不管这些乌鸦了，对吧？对，走到头是吗？对，走到头可能还要右转吧。烦人，烦人！再走。陶片没什么用，是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哎，怎么我死在这儿了？你还可以复活一次，从这儿好像那应该是能勾上去，还是跳往哪儿勾啊？这儿可以勾，哎呦，勾里边就是鬼符，哦，我看到了，是不是安全了？是的，你这里上去又是屏风，关注你了，看看有没有挂，我这样会不会太谨慎了？但是我是一个忍者。
哎，等一下，我刚才还没有看到这边有个人呢。嗯，他也没看到你。不是，我不是一路从那个地方上来的吗？奇怪。你可以人杀他，他从你现在的这个位置走出去的。哦，这个我就万万没想到。难道这属于功绩应高的仁慈？好想暗杀他呀，那只能暗杀这一个了。等会儿跑的时候，你记得给我指路。好。我跳，我很有可能死在这里，我现在就只剩半管血了。好，出去，就沿这条路走，取消锁定。对，跑太快了。都，刚刚那个楼梯应该上去了。这边吗？不是这儿吗？啊，这是什么呀？得回去。哎呦！走出去。哎呦！然后呢？往哪儿走？出手汗，我现在五个血瓶了，有时候喝血瓶还是忍不住会按成三角。哎，还是火牛好打呀。对啊，我觉得火牛好打。那我开了。嗯，开了。他也是蓝衣，没有剧情，没有什么剧情。我看一下。还有，还有两下死。对，他每次聚合是拔出来一刀回来一刀，所以刀一亮的话你就连了两下，就是赶紧打他两下，赶紧防两下。哦，防两下就能完美防御住。这个位置离 boss 很近，这个鬼佛的位置真的很友好，就是这个 boss 不友好。我不好这么远喝水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哎呦，又慢了。又慢了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可能男生比女生玩更适合一点。那不一定，因为男生手速快啊。你是说单身多少年的手速吗？我经验值扣没了。你看钱币剩三个了，太狠了。钱币剩三个，到最后怎么整除？他是最后给你剩两个还是剩一个？不知道，可以看一下吗？太快了。哦，真的耶，三个钱币你死了之后他一半算的就是减一个。哎，漂亮，很美的话三下。漂亮。OK， 是不是死了？死了。死了，我过了。嗯。需要再按一下吗？不需要，这次是无伤过呀。Okay. 好棒啊。伟明曾有妖声。妖之雷乃原之神的怒号，所以这一段话我不管它什么意思，关闭就能学会了是吗？